大家好，我是凯旋老师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我今天教大家画的是母鸡孵蛋。小朋友，快点来和老师一起画画吧。用美纹纸胶带的内圈辅助，画出母鸡圆圆的身体。把母鸡圆圆的眼睛和尖尖的嘴巴画出来。用三个波浪形画出鸡冠，用四个波浪形画出母鸡的翅膀，用三个波浪形画出母鸡的尾巴。在母鸡下面画三个鸡蛋。在鸡蛋下面画一堆青草。用红色油画棒涂鸡冠，用橘黄色油画棒涂母鸡的嘴巴、翅膀和尾巴。用黄色油画棒涂母鸡的身体。用橙色油画棒涂母鸡翅膀和尾巴的末端，让颜色有点由深到浅渐变的变化，这样更好看。用肉粉色油画棒涂鸡蛋。用草绿色和浅绿色的油画棒涂草堆，让颜色有点由深到浅渐变的变化，这样更好看。
这样就画好了。小朋友，你们画好了吗？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视频，就请点赞、订阅、关注我吧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每一个视频了。小朋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